1.冰箱不要像这样子凸出来那么难看，可以在七墙的时候凹出冰箱的位置。现在是推进去了，但是它又打不开。2. 茶桌留不够，连放个饮水机、砧板消毒都没办法。最后我朋友送了我一台可以直接出饮用热水的净水器，没地白子加热净水器，安装在厨下刚刚好。然后我家净水器烧水壶恒温壶就都退役了。你说一个厨下净水器，颜值还搞这么高，体积小巧，放厨下也不占地，剩余的其他空间还可以利用，更实用的是它的加热功能。左边开关摁住铜锁，厨的是95度的热水，泡茶泡咖啡再放便不过。右边出的是常温到60度的无极调温，能洗又能喝，洗汤盘泡干货。家里有宝宝的还可以冲奶粉，能满足各种需求。滤芯过期了会提醒你，普通的净水器都是3-5根的滤芯，这个是一体复合滤芯，一年换一次就可以了，还是母婴级